的阿福露，今天搞点不一样的吃吃嘿。我也是第一次看紫色的豹子甘蓝哎，作为当之无愧的豹子甘蓝第一战姐，那当然支持一下他的好兄弟。我在处理的时候就发现他的绿色的长得要干净，像绿色经常有虫有虱子，然后要切掉好多。虽然我很爱紫色，但有一说一，紫色真的很像中毒哎。哇塞，紫色小葱头配紫色泡澡水，哎，排了个毒，好像变得有点绿了。嘿，没错，我又买汉堡肉饼啦，这是热锅不放油，朋友们铲子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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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这次的肉饼比之前的贵，感觉真的有更加扎实哦。你看这锅子够热，它出油出的就足够快，刺啦刺啦，真香死啦，完美翻身。看到血水再冒出来，就知道它有在老师的电服哦。你觉得这个火候差不多，我们就再翻身呀，就 OK 啦。不好意思 ，OK 早了，现在差不多 OK 啦。给它盖上奶香小被子，然后静静的等待两秒钟，两秒有点短，就三秒吧。三二一，脱锅，然后再变魔术，大花脸变小白脸，把我们的蘑菇扔进去，不放油，不放油，因为锅里还有一点点刚才煎肉的油，然后油炒炒炒炒炒炒，一看变软了耶。和蘑菇兄弟变软之后，把中毒的小菜头头一起扔进去。这让他们保持一个以头枪立枪枪锅的这么一个状态啊，因为我喜欢就是那么千面的有点金金黄黄的样子，就有一种烤出来那种感觉，没有烤箱人的最后的执着。然后呢，差不多了，就搅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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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匀，撒点盐，和了和了和了，和蘑菇没有变成毒蘑菇，我还是比较欣慰的耶，就好啦。主食是两片可爱的麦芬面包，我已经微波炉热过了，然后把你的肉饼放上去，黄芥末酱来一圈，美，芝麻菜一定要油哦，帽帽盖上，哎嘿啊，今天汉堡好可爱哦。然后我们要惩处被黑魔法封印了的蘑菇和小菜头，你们真的是很黑很暗哎。身上加装的时候没有红色的水果，于是我挑出了一根上面完全成熟的小香蕉，让他们切切摆摆。这是我第一次觉得我盘子有点大放不满哎。虽然香蕉和花生酱是无敌 couple， 但我们扁桃仁酱也真的很香很香，我甚至觉得扁桃仁酱比花生酱更好吃哎。这货快给我去吃，宴餐盘就完成啦。妹妹是希望下午精神一点，一口当然要献给中毒的小菜头。哎，其实这味道不错，就跟普通豹子橄榄一样，然后和蘑菇一起吃更香哦。见这对花青素有够够的哦。哎呀，这个牛肉真的太香了，再咬一口再咬一口、啊、下次见啦，咕的个拜。